配上这音乐更离谱了。穿这种女巫装，走了走了。真的呢，皮蛋，初次见面。哦，那关关，还蛮好看，但是我觉得走起来他的脚背好硬哦。正常的吗？因为它都皮的啊，你要走了它才会软啊。可是是硬的，有点夸张哎。那好不错。需要一批，拍一下屁股。变态。而且那个，我说被搭讪是在土耳其的时候。帅哦，帅哦！我觉得这是像恐怖电影会出现的地方哎，夺魂剧不都这样演的吗？云霄飞车在那里，感觉不太像有在开耶。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好，配上这音乐更离谱了。小丑出现哦，会不会被杀掉啊？要买票在这里，要先买吗？先看好了，搞不好没开了，感觉没在动啊。对啊，会不会晚上不开啊？我们刚刚去买票了。过来。
刚吃的热狗味道都回到嘴巴里面。